苦瓜着脸，能从虫敏手上逃走已经很厉害了。唉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这有什么，输了再赢回来就好了。要打败他最快的方法就是找到封神积木。放心，封神积木就在这儿。这是奇兽山？对，这是荒漠之星，怪兽遍地的危险地带。我在炸毁九龙神火炮的时候发现了这份记录，九湾号成员曾经发现封神积木掉进了奇兽山，只是那里太过危险，他们才暂缓调查。九湾号，好，这次我们一定要找到。成光大人，那要安排其他领主追击吗？时机，黑龙机神的强化武装还没有完成吗？不，抱歉，崇明大人，您要的武装能力没那么快可以完成。没有，那你可以消失。崇明，别急。哥哥，我知道你想为我分忧，只是火莲小子现在行踪不明，你先去扫荡昆仑的残余部队吧。区区下等生物，在我眼里都一样，能帮上哥哥的忙就好。时机。放心，等你回来武装一定完成。崇光大人，我已经锁定了能量反应，封神积木就在那洞窟。你们先走，他们交给我了。别大意，能量反应就在这附近。啊！哦！这是鸵鸟吗？这是圣鸟帝江，根据记载，它性情温顺。这也叫温顺？没办法，先用机神制服他。天意机神召来，
你太丑了。给我安静点儿。那就用元素攻击。哦，好嘞！飞燕旋刃。啊！元素被吸收了。这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啊？吵死了！什么？麻烦了，根据你们说的，我敢肯定那帝江有双重免疫能力。啊？什么东东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物理和能量攻击对他都没用。啊？说吧。他这技能强的也太赖皮了。毕竟兽鸟，有点逆天也正常。只是没想到，居然击神都赢不了。要是我没猜错，应该是封神积木强化了帝江。哎，难道大鸵鸟把封神积木吃了？热血小子就知道吃。喂，别老热血小子的行吗？好了，先想办法对付帝江。看来还得我出马，就用双剑合璧吧。双剑合璧，两人同时用物理和能量招式，只要同时打中，帝江就算切换免疫种类也没用啊。确实，同时攻击总有一个奏效。那还等什么？出发！我准备好了。听我指示，三、二、一。是三二一零才出手，不是一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说了，听我指示。我刚才明明……啊！哎，果然，你们要特训一下默契啊！还有我跟他，你们忍心让我这娇滴滴的女孩子当那种脏兮兮的同学吗？这理由也太烂了吧！瞧，这不是很合拍吗？队长命令。就你们了，哼哼！只要拿到封神积木，我就能变强，对吗？那还用说？我懂了，那就开始练吧。嗯，嗯，给我跳起来！小扎这配合的态度，我总觉得怪怪的。
明白。进攻！霸天枪！来呀！双剑合璧！一起攻击，齐招吧！圣鸟地将！神机木。